市面上传统的配方开发逻辑往往是多比少好，然而一加一的效果就真的大于二吗？代工并不是加一加就好。身为全球前三大的 ODM 制造商， TCI 以科学验证找出黄金配方比例。举例来说，具有高抗氧化作用的三大美容圣品，葡萄籽萃取、绿茶以及蓝莓，同时相加会造成效性成分间的相互抵触，不仅无法达到抗氧化的效果，更不利于胶原蛋白的增生。好的配方并不是珍贵的成分全下，而是找出特定有效的配比，精准剂量。 TCI 以独家 Synergen 协能机平台，通过细胞、基因、人体功效实验，加上自动化的生物挖矿技术，以超高速率探索不同成分间的相互作用，一种配方百种排列组合，从中找到彼此促进或抑制功效的黄金搭档，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种成分的潜力，持续为我们的客户找到打造高效能产品的热卖关键，让5克的胶原蛋白比10克更有效。秘密就在 TCI 独家的 Synergen。